天座小星星。欢迎灰灰呢，晚上好，早上好，早上好，这不早上啊，这晚上，这哪是早上？谢关注。这怎么回事？这个妆一点都不适合上镜。昨天顶流，哪里顶流啊？我挺快的，那不可不。谢谢关注。真感觉这个妆好丑啊，上镜好丑啊，太浓了，眉毛太黑了，上镜不是很好看，太黑了。谢谢关注。谢灯台，晚上好。感觉我真的眉毛好浓啊，好黑啊。噔噔噔，谢谢灯牌，谢谢点亮，欢迎大家。搜搜技能，哪有技能？没人没人。欢迎用户华仔，穿什么今天新衣服试一下呗。试一下上镜好不好看？发现这个衣服挺好看的。欢迎歌王，欢迎王峰。噔噔，欢迎林诺。欢迎摸摸茶，喜欢关注关注我，喜欢主播关注一下我们，点点赞吗？点赞。欢迎起风了，欢迎生命过客。还是人好看，别夸我了，你给我点点掌管吧。欢迎切莫之间，欢迎初。欢迎到什么时候？欢迎风轻云淡。欢迎 ZY。谢谢高飞的关注。挡住吧，谢谢等我的关注，大家晚上好，谢谢粉丝牌，谢谢小朋友点亮，晚上好，我好黑呀，怎么回事，我这么黑啊，欢迎李冒昧。当当，谢谢小朋友的游轮，谢谢你的游轮，新旧上班，下回衣服咋了？过新年的感觉，真的感觉外面的年味好重啊，外面的年味好重啊！今天不是去吃饭吗？然后那酒店不，那饭店都是红色的灯笼。欢迎夜雨，欢迎 H。欢迎飞哥，就是红色灯笼，就照的真的好有过年的气氛啊，感觉真要过年了。谢谢你们灯牌、啊，我出门
人都没有这个感觉。谢谢林健的关注。欢迎木纳尔风，这灯好刺眼啊！我昨晚没有睡够，感觉眼睛好痛啊，这灯好刺眼。欢迎你的肖先生，会熬夜，熬一会儿吧，熬一会儿吧，问题不大。当当当，我过年之前我要去，过年之前我要去那个什么，我要去把头发剪一下，然后把头发刘海剪一下，这个刘海太长了，太长了，太长了。啊，欢迎大牛哥。好小啊，小美，好啊，小美人，我以为你说我好小，不小了呀。欢迎弟弟，欢迎董太浪，来帮我点点赞，点点赞。这个弹幕怎么不动啊？啊，烫成大波浪没有？不烫头发，我去重新接一下。头发长得很快，长得可快了。重新给它接一下，然后剪短一点，长太长了，怎么这么长啊，这么长，这里的我穿睡裤，靠，我觉得好冷啊，回到家里面冷死了。然后我就穿睡裤，头发到腰了吗？对，我上次头发接的就接到及腰的，上次头发就接到及腰，接到这，接到那个头发，新头发到屁股这了，到这里，到臀部这里了，然后给它剪了，剪到这里，然后又长这么多，长了两厘米，都长很快。谢谢红的关注，才一个半月长了两厘米，它真的长很快。御姐，对哦，我最近特别喜欢御姐风，最近不想走那种可爱风了，想让自己成，就是看起来有钱一点，看起来富贵一些。刚刚玉姐多好，主要是玉姐看起来比较有钱，看起来比较像富婆，啊，说不定装着装着成真富婆了，对吧？你们看着我也觉得我贵一些。欢迎新进来朋友，欢迎木叉叉。改天来看我，去看别的妹妹了吧，还有别的妹妹等着，哥哥们你们去看。欢迎舍得，谢谢小星星呢，谢谢。刘海好长啊，真的很长啊，从老家后面了。富婆梦，对，富婆梦。坐远点吧，来帮我点点赞。富婆梦，每天做梦收红色板砖。谢谢用户的关注，欢迎马黑黑啊。我觉得这个衣服应该要配一个耳环啊，要买一副好看的耳环啊。欢迎轩哥。最近买了好多衣服啊，每天都在看衣服，每天都在买衣服，每天都在收快递。欢迎大家晚上好，欢迎六零哥，点什么啊？点什么？漂亮，谢谢夸奖，那点点关注吧，加个团吧。欢迎翠翠鼠，欢迎小李。噔噔，点赞。没有，你可以不用点。欢迎小张，你可以不用点。其实想戴个帽子，但是我没有帽子，这灯照我眼睛好痛啊！坐近一点就不会，但是坐近一点就是没那么好看。
欢迎威后啊。In the bucks, I got those, and as for fucks, well, not those, and as for thoughts, what do you really want to know? I thought so. I'll fly you from Korea to Kentucky. 今天出门的妆真的跟直播的妆完全就不一样。出门的妆跟直播的妆完全不一样。这出门的妆就是精致很多，精致很多。欢迎小鱼缸，噔噔噔噔噔，欢迎一路有你。欢迎靓仔，欢迎天地沙鸥，谢谢关注呢。我本来今天是不想直播的。欢迎猪大肠，噔噔，先还是直播吧，先还是播会儿吧，稍微播会儿吧。照片可以修修照片。欢迎万事喜乐，欢迎 WM， 谢谢习惯的小星星。欢迎一毛不拔，欢迎东星，噔噔噔，谢谢不用的黄毛罐头呀，谢谢你的黄毛罐头，这么多黄毛罐头吗？这么多吗？谢谢你的黄毛罐头，谢谢，谢谢你投喂的水果，投喂的大黄糖，我可喜欢吃黄糖了，我很喜欢吃黄糖罐头，真的特别喜欢。夏天的时候，我经常去逛超市的时候，我就会买黄糖罐头。点外卖有的时候我也会点黄糖罐头，解解腻，解解腻。我今天吃饭都舍不得点甜品，属实菜就是有点吃多了菜就是会觉得有点腻，然后都没有舍得点甜品，那个小蛋糕都没舍得点。欢迎齐峰，果然就是你还是懂我的，知道我就是口渴了。欢迎风絮。谢谢齐峰的小星星，欢迎大家，谢谢罗的人气票。东北的黄桃罐头包治百病，真的吗？真的吗？最近老刷到那个哈尔滨，那个哈尔滨那个什么，我老想去玩了，想去哈尔滨玩了都。想去东北，想去那个什么，体验被叫那个南方小土豆。谢谢霸道总裁的关注，什么？啥？陈泽？什么陈泽？陈泽谁啊？想被东北哥哥叫我南方小土豆。欢迎用户，我不知道呀，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啊，啥呀，不愿意写，都好刺眼呀。欢迎露露，噔噔噔，你这个头发太长了，噔噔，谢点赞啊。其实我是很少刷抖音的，很少刷抖音，不太喜欢刷抖音呀、啊，不认识就好。
我很少刷抖音，我不认识。谢谢点赞。我不爱冲浪，喜欢冲浪。当当，这个头发，刘海。那我爱干什么？我喜欢干什么？喜欢，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没有喜欢的事情，木有喜欢的事情。谢谢小朋友的星辰。谢谢，喜欢收礼物。谢谢小朋友的星辰，谢谢。当当，喜欢看特效。谢谢钢铁侠的关注。当当，真的问我喜欢什么事情，喜欢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喜欢旅游吧，我喜欢旅游，真的很喜欢旅游。噔噔，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们，就是发福的才会把他们吸引进来。欢迎瓜仔兽，喜欢旅游，喜欢吃好吃的，喜欢拍美美的照片啊。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们，欢迎浩，欢迎洗碗里不忘初心，就是不喜欢直播。我感觉除了直播啥都喜欢。欢迎红叶。除了工作什么都喜欢，应该这么讲。哎，牙齿好黄啊，真的。直播太久了，你别说为什么直播太久了，直播才多久啊？欢迎下集预告，欢迎粉姬午夜美女，你好呀，你好。喜欢关注一下呀，关注一下。我是夜猫子，就是早晚不出现，因为我午夜出现。你忘了？忘啥呀？你忘啥呀？欢迎 KW 哥哥。这跟直播久了没什么关系好吧？主要是真的就不喜欢工作。你们喜欢工作吗？我想知道啊。想知道你们喜欢吗？不喜欢吧。如果自己财富自由，如果自己就是财富自由了，经济自由了，真的谁喜欢工作呀？是不是？忘记我第一天直播，我第一天直播，我第一天直播是不是应该就是超新人非常好下手呢？噔噔噔噔噔。欢迎山村小野夫，欢迎豆豆。欢迎 AE 哥，喜欢主播关注一下哦。欢迎 QQ， 有点事情的，我不想跟你讲话，不想干就是不想干，不想上班就是不想上班。欢迎雪夜。我不上班的时候事情多了去了，我每天有干不完的事情，每天有忙不完的活。欢迎星空，我的购物车车都等着我去清呢。欢迎微风。欢迎多拉哆啦 A 梦。
睛好痛啊，救命啊，眼睛很痛。欢迎很单纯的渣男，这个妆属性没有那么好看了，石头跟滑来滑去的多动症。多动症，欢迎声有你啊。
就点着。谢谢单纯的渣男的加团。家猫又开始干嘛了？又开始拆，又开始扔我的东西了，又开始了。我家猫特别喜欢扔我家东西，扔我的东西，为什么？特别喜欢把我的那些什么小小玩意儿、瓶瓶罐罐那些什么小盖子啊、什么发卡什么，全部都给它踢到地上去。谢谢关注，你不该出声音，为什么？为什么？你出了什么声音啊？欢迎乐言，你不会化身已经变成我家的猫吧？欢迎天真。当当，有没有喜欢这些小物件？它大的它也扔，它喜欢咬那个，就是那种透明的那种，就是塑料袋，它特别喜欢咬塑料袋。好像因为咬塑料袋会让它磨牙吧，我很喜欢咬塑料袋。对对对，那你有点吓人哈，有点吓人。那以后就是，我就不担心，我家猫有没有自己吃饱了，就是我就不用管它的饭了，让它自己去觅食吧。我相信您可以的。欢迎阿瑞，欢迎老樊。欢迎小丑演员，欢迎林胜。都怪昨天晚上播的太晚了，然后导致今天有事情，也得播那么久。热烈欢迎，欢迎谁呀？欢迎谁呀？没有欢迎的人啊！欢迎杨。别上了吧，我不配。我也没什么节目，上人多尴尬呀。也没节目内容。欢迎值得，都看我在这发呆，我太尴尬了。欢迎迪尼，这首歌挺好听的。欢迎神马浮云。我直播间都进不来30级以上的人，我直播间真的就都是10级啊，然后20级这样子。
说明抖音就是真的不给我推那些消费的歌了。谢谢哈林爸爸的关注，晚上好啊。欢迎蓝河。播到几点钟呢？早点下播吧。就我发现没人理我的时候，我就不想播了。形成一个自我放弃摆烂的状态。欢迎开心就 OK， 欢迎阿瑞呀。怎么这么久都没有直播啊？他还没有回来吗？谢谢天高云淡的小星星，谢谢。公主回城堡了，公主回城堡。没有，我只是感觉我直播好无聊呀，主要这个点我不想跳舞了，主要是我不想跳舞了，然后我没有力气唱歌了。谢谢加团，谢谢 C A L 哥加团，谢谢你的灯泡。然后我不知道干什么，我很尴尬，也不知道说什么。就直播间现在目前都是熟人啊，然后该说的话都说完了，不知道说什么。你们也不问我今天去哪吃饭了，是吃了什么。那我总不能就一个人自己上来就隔你们报备吧，好无聊的话题。欢迎小苹果，是我觉得真很无聊。那不如明天早点播，虽然每天都这么说，欢迎杰尼。今天又有多少人表白了？又有多少人表白？哪有人表白啊？什么叫又有多少人表白啊？我有被人表白过吗？欢迎我是噩梦，从来就没有人跟我表过白。当当，欢迎新进的朋友，现在直播间都没几个人。欢迎 LM2。要我也肯定很多，没有哎，你要不你要一个吧，目前真没有。欢迎风哥仔，就最近都没有什么新人加我的微，然后我朋友圈都不想更新了，因为没有新人。我2024年我一个朋友圈都没发，就是因为没有新人加我。照片我都用来自己看了，自己偷偷幸福，自己偷偷快乐了。真的就是用来当我的相册了，当我的屏保了。真的没有分享欲了，越来越没有分享欲了。你要也不聊天的，
不聊天啊，那看你够不够主动了。欢迎艾琳琳啊，而且我不喜欢跟那种开车的人聊天，就一跟你聊天就开车，接受不了那种人聊不来。欢迎萌宝宝，也不能说我不爱聊天，真的我不喜欢开黄腔的人，一上来又不太熟跟你聊黄腔，真的就比如说你可能那个什么，你今天又穿的挺性感的，然后你拍的照片挺性感的，然后他就给你发开黄腔，就开车，就是从来不跟你聊天，一聊天就开车，然后就跟说，哎，你怎么从来不找我聊天啊，就是你太高冷了，真的让我话题不知道怎么接，女主播找你不理他们，那是不是因为你眼光比较高啊？没有铺垫直接开车，对，我发现我遇到挺多这样的人，要不就是那种看黑丝，看黑丝应该不算开车吧，看黑丝。主要我这人比较笨，我真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回，我说看黑丝没有。真的没有。欢迎摩羯座。噔噔，没有准备好。噔噔噔，就有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状态好的时候就还好，心情不好了，那就有点吓人了。欢迎吴彦祖。我发现美女都不喜欢聊天，就是美女都不爱聊天，现在这优秀的人都不喜欢聊天，小蚂蚁，特别是那种你遇不到那种跟你聊得来的，自己聊得没意思，大家都一样吧，其实就是对 HH。就以前年纪小的时候会比较喜欢聊天，就感觉聊天挺有意思的，喜欢就是聊来聊去，聊到半夜都不睡觉，甚至聊通宵的那种。长大之后工作之后就没遇到过了。欢迎波波爸，快帮我点点赞吧，点点赞吧。说话是不是容易把人吓跑呀？是不是应该迎合大家？就是我很喜欢聊天的，我很喜欢聊天的，我这个人话老多了，你不找我聊我找你聊，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就应该聊一些大家想聊的话题，而不是聊自己想聊的话题。我现在就有点这样子，有点自我，自己聊自己想聊的，不想聊就不想聊了。欢迎万先生，Thank you。 可能别人也觉得我挺下头的吧。谢谢穿越撒哈拉的关注。欢迎徐娘。欢迎平华。小朋友，你马上16级灯牌了，你马上16级灯牌了，也15级了，16级有宇宙之星了，16级有宇宙之星了，哎呀，
好期待呀，好期待呀，真的好期待呀。欢迎酷狗，好期待呀，好期待呀，好期待。不想看宇宙之星。欢迎董，欢迎男孩。欢迎山南，欢迎字字斟酌，到时候必须让我看啊。好的，欢迎我会修跑步机。哦，你刚刚给我点的是西班牙呀，随机设的心愿单，我上次看到别人设了一个心愿单是这个，其他数量最多设三十个，好吧，最多设三十个吗？好吧。哎呀，不可以那么设，好吧。那应该是什么来着？看一下，好像都只能设三十个。噔噔噔，好吧。错了吗？我这人设了100个嘉年华，心愿单是100个嘉年华，我想试一下我能不能行，挂上去没人给我点，明知不可能，但是还是想试一下，没准天下就掉馅饼了。噔噔噔，我来看看这些特效礼物。嗯，你有给我刷过马车吗？小朋友，你给我送过马车吗？谢谢关注，谢谢你们关注。噔噔噔噔，嗯，哎，每日推荐的歌就给我放完了，送过。但我好像没有截到图，没有截到图。欢迎蒲公英的约定。欢迎 V。欢迎瑞啊，帝王团旧大礼物都有了，这样子。那我这是没有接到。欢迎丁丁丁啊，
been waiting for it, I'm waiting too. In my imagination, I'll be all up for you. I know you got that paper for me, 102. And all I know, I better set my temperatures through the room. If it's a camera up ahead and it's only for doing what I do, I do. If it's a camera up ahead and I best, like I just click on YouTube, YouTube. Cause if you run your mouth and brag about your secret money phone, I will hunt you down. Business like a windy interview. This is private between you and I. Touch my body, put me on the floor, kiss me around, play with me some more. Touch my body, put me on the bed. I just wanna make you feel like a melody. 今晚想要个啥？要你，以为我要什么？欢迎下了夏天，谢谢随风而逝的关注。欢迎夏夜团。你是不是脑海里浮现了就是无数的画面，然后最后憋出了两个黑黑。欢迎 WN， 欢迎流年，好像有一首歌叫我。好像有一首歌颂，还没来得及浮现画面。那，对，是任素汐的《我要你》，是任素汐的《我要你》这首歌。我突然脑海里想这首歌了。这首歌什么意思啊？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不晓得什么意思啊。都摆着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摆着这吉他，弹得太凄凉。我的情囊呢？还是我的情囊？这首歌到底什么意思啊？欢迎阿天。就帮，谢谢小朋友的荣耀之手，谢谢你的荣耀之手，谢谢，欢迎心宁啊。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情郎他想。谢谢小朋友的欢乐源泉，谢
谢谢。欢乐园区代表你很快乐是不是？代表你此时此刻很快乐，是我听到我的回答之后很开心。噔噔，记忆。好的，第几天气？我快乐取决于你快乐。噔噔噔，雨，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什么精神，为什么？没力气，可能是没休息好，睡觉了。想成才能点樱花，孤单的人，可怜到底，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哇，这什么？云上寻你，谢谢小朋友的云上寻你，谢谢。这个特效，这特效好大呀，把我整个人都挡住了。对，我见过。我吃过这个礼物啊，但是我这个礼物印象一点都不深刻。谢谢小朋友，欢迎王蜜，欢迎张游戏。给我一半的爱情，你问我想到什么，我突然想到一个礼物，是那个礼物，不知道有没有，就有个很特别的礼物。我也不知道，就是在哪里看的，我都忘记了。就反正蛮特别的，特别的礼物。啥？其实我连名字都没有记住，我连名字没有记住。我看我能不能找到。想再难点影，他要破30万的音浪才可以解锁龙。对，那些礼物收太多了，礼物收的太多了。我记得昨天还是前。昨天前天的时候吧，那我还去回味了我的直播回放，我还以为我没收到呢。说的多么难听，想看啊？看什么？给我一半的爱情。可是为什么想看龙？他不是要解锁30万的音浪吗？欢迎迪仙，太贵了，解锁30万音浪是多少啊？是不是有点贵啊？欢迎小柴扣，欢迎小扣柴。神秘商店的礼物，去看看，看看别人发的。十里桃花又是什么？十里桃花价值1099斗币，没见过。
这一季十二月份的，我发现你真的礼物好多啊，好多种礼物啊。啊，这是什么？雀之念还是山盟？好多种啊，就是去抖音里面搜一下就全出来了。就去年的时候还有那个礼物，去年的时候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花海，去年那时候还有花海那些礼物，是不是玉龙游侠？不知道，不知道。可是为什么它这个特效这个浓这么大呀？为什么它这个特效这么大啊？它这个录的好好呀，几乎都给我送过，这个录的好好呀。哦，你说他的名字叫玉龙游侠是不是？笑死我，我都反应过来了，我要去慢慢了解一下。你说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都不知道，然后我还让人给我送，你自己都不了解。欢迎烟火异能。不过说实话，这些名字我真的记不住，太多了。天下云长是什么礼物啊？天下云长是什么礼物？关羽云长，天下云长，这是最近的吗？什么？你都给我送过，哇，你记得好清楚啊，真记得好清楚啊。你记得比我还要清楚啊。你有没有给我送过黑金嘉年华啊？有没有给我送过黑金嘉年华呀？我不是说太清楚，我不行，我就知道啊，我也知道啊。那必须得知道啊。没有，我就想的是没有黑金嘉年华。黑金嘉年华是不是？黑金嘉年华是怎么样才能送啊？我收到过别人送的，没有收到过你送的。噔噔，就黑金系列的，好像是要
连续送几个就可以送黑金的了，但是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想的。谢谢小婆子嘉年华，谢谢，谢谢你的嘉年华。金色、粉色、粉色大板砖，这叫粉色板砖啊！谢谢，欢迎江小白啊！噔噔，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这里看特效走的那么快，它能不能让特效停留的久一点啊？就想看特效久一点。那是不是我的网络问题了？欢迎张，怎么样才可以有那个黑金嘉年华？还有吗？还有吗？前段时间前几天不是那个潘米收那么多黑金嘉年华，怎么来的呀？怎么来的呀？我从来没有研究过礼物，真的。谢谢点赞呢，欢迎小蟹子，从来没有研究过。噔噔，别人都是主播比就是比你们更懂，而我是啥也不懂，我总是后知后觉。欢迎值得，欢迎国奶。我第一次我记得我说了神秘商店的那个就是那个人走过来的那个特效那个礼物的时候，当时被吓了一跳，我当时在直播间真的被吓死了。本来直播间当时很安静，凌晨四点左右吧，然后被吓死了。我不知道我手机咋了，我也从来不看别的主播说那些礼物。欢迎小金不熬夜，欢迎听风。噔噔，之前还被人说过我真的就很憨，就很憨，真的就啥也不懂，怎么就是说真的就是跟新主播似的什么都不知道。欢迎0003啊。噔噔噔噔噔噔噔，欢迎安静微笑，你是不是在看呀，小朋友你是不是在看啊？哎，这首歌不是我前面找的那首歌吗？欢迎 CS， 欢迎响亮子啊。突然出来了 ，BAGGNN， 欢迎陈安，哇，黑色嘉年华，谢谢小朋友的黑金嘉年华，哇，我截到图了，我截了一个好大的图。我马上就把手伸过去截图了，是小朋友，开心开心开心！你不觉得这个嘉年华比粉色的要更帅吗？黑金嘉年华比粉色的要更帅，这个很帅，欢迎小飞啊，这个好帅哦！完了，我看到新的了，我就忘了旧爱了，我这个喜新厌旧的女人。欢迎小辉啊，欢迎 YYG 哥哥，好久不见啊，好久没看到你了，欢迎开心啊。欢迎缤纷色彩啊，怎么突然间人不见了，送完人不见了呀啊。
啊，你是给我，你是录屏了，我截到图了，我截到图了，我马上就截图了，我手可快了，我手可快了，我截了张大图，而且我在笑，笑得很开心。噔噔，你给我发的视频我也截到了。噔噔，哦，哎，这个里面全部是黑金系列的，还有黑金跑车，黑金飞艇，黑金飞机，黑金游轮，哇，还有这么多，还有什么？黑金火箭。完了，头一段我还送紧缩，我今天刷完你怎么给我送了个粉色的，我还以为要解锁呢，我还以为要解锁呢，原来是你点错了。欢迎蒲公英的约定，我能一次性收到一整套黑金系列吗？完了，你这碗子真好嘛，那我可要开始录屏了。欢迎问号，我可要录屏了。为什么？为什么？它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规矩吗？就是资料特别帅，你知道吗？就是点你的资料的时候，然后就是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这个游戏啊，特别帅，都是游戏啊。飞艇要四个，就是送四个才能解锁。那说明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就是还是得解锁的。Yeah.
해봤자 시계 단 한 번에 느꼈으면 날 만나면 더 낼 수 있지 没关系 可以慢慢看 没关系也不用非得一天看完 可以慢慢看 欢迎张 欢迎一鸣 其他的给我送一下 好可以 欢迎欧美 说太有吸引力了，太有吸引力了。欢迎梦中情人，就像那个磁铁一样，狠狠的把我吸住了。我不能说我不要，我要说哥哥我要。欢迎人无完人。但怎么说呢？我说不要，那女人说的不要，那就是要了，那都是一个意思。都是一个意思，不如咱那个直白一些得了，直白一些得了。欢迎 MAC， 欢迎666，在这个亮堂的灯光下面，真的，我笑起来的时候，我眼睛睁不开了，我眼睛睁不开了。
小朋友的金色游轮，帅帅帅，帅帅帅，金色真的很适合我，我觉得。谢小朋友的金色抖音号，金色很适合我，跟我的红色衣服很配的。谢谢关注，谢谢点赞，有没有金啊？真很好看。谢谢我的金色嘉年华，谢谢，真好看，真好看，谢谢分享，谢谢小朋友，好看好看好看，喜欢喜欢喜欢，好，录制录制。已经保存到我的相册了，欢迎帅哥风，真的很好看，真的很好看，欢迎下榜，我以后就睡觉之前每天拿出来看一遍，把它拿出来看一遍，喜新厌旧的女人。这黑金系列跟那个神秘商店的真的很好看，就果然就是特别的，就是好看。谢点赞啊！噔噔，噔噔噔噔，欢迎未来可期。欢迎小雨宝宝，你是不是在给我录屏呀，小朋友？你是不是在给我录屏呀？你都没说话。谢谢小星星，还不睡？没有睡，怎么能睡呢？怎么能睡呢？都发我，我自己也录了，我自己也录。梦魂唐城，欢迎夏楼夏天，连我，他连我呀，我连回去一下吧。又刚要录屏，然后我就没接。Hello， 宝宝。Hello， 刚刚没有接到，心情瞬间好。没有，我就连你说一下话。被你治愈到了，小朋友，开心了。不是我有精神了，我就是一瞬间被你整精神了。你准备播到几点啊？播到2点左右吧，明天早点。两点，你明天要去拍摄不？我明天不拍，后天拍，周三拍，跟周二吧。好吧，你下了就睡觉了吗？我下播吗？嗯。你要约我？啊？你要约我吗？我想约你去按摩去。啊！昨天还是前天跟我妹才去按摩了。好。对。好，我是那种就是身上不舒服，我就得去按一按的，不然我睡不着觉。对面同小区，不是，不在一个小区。下次我叫你，下次。好。欢迎忙碌和早睡按摩。你现在是跟你妹妹住一起吗？是啊，我每天抱着妹妹。那挺好的，有个伴。嗯，对，有个伴，有个吵架的人，就是有个人在一起吵架，有的时候觉得吵架就是也挺打发时间的。是的，有个人挺好的。
真的每天都跟他吵架，每天都吵。嗯，我们俩今天在大街上真的是吵架了，真的是。然后两个气死然后就是那天按摩那天，前天按摩那天，在那个水疗中心也跟他吵起来了。然后后面那对情侣和花，他还在说他看主播什么什么刷礼物什么什么。然后我们俩，然后我们俩吵得很大声，然后他们还在吃瓜，还在笑我们。挺好的，已经没有面子了，已经没有面子，形象可言了，就是。没有人吵会孤单。嗯，但是也就是我跟我面熟的那种，他如果回家了，然后我就跟他打电话，每天两个人起床打到晚上睡觉。你跟你妹妹吗？对，我跟我妹就是属于那种各聊各的，她说她的，我说我的。我缺了挺好的呀，就是要像好闺蜜一样。确实有点，我都不想拿到妹妹看到的，所以我有啥，我要是不开心，我就直接跟她讲。挺好的，挺好的。所以我今天说忍不了，你要是就是在那个什么，在每天不开心了，然后拿我撒气，那我说你给我卖出去。然后他今天就跟我，他先跟我大街上吵架，然后就掉头就走，然后就打车就回家了。然后回了家之后，他真的准备收行李了，我说你过不过来的，我说你赶紧过来吃饭，我说你吵个啥。吵一吵闹个闹，我说能不能以大局为重，我说挺好的，就我感觉，而且就是毕竟是一个爹妈生的，就再怎么吵也不会有梗。对，就是我知道。欢迎我们聪聪，欢迎聪聪，聪聪还不睡觉，聪聪。能不能？我说你能不能就是吵了就算了，我说我认错行了吧？嗯、他说不，他说你老说让我搬出去，再说那我走。我就是有的时候也想气他，我感觉我也有的时候不想让着。嗯。先加一个。蛋糕飞了。哎，你没有弟弟妹妹吗？什么？你是独生子吗？我啊、嗯，我是我家最小的一个，但是我哥跟我姐都结婚了，我跟他们从来不交流的。这样子。从来不聊天。就是结婚了，这个家庭呢，就是可能没有共同话题，你知道吗？对，就算有，但是你而且是已经生活对，就是他有就是自己的家庭要照顾要忙是。对他们就大我大的比较多，然后可能就不会有共同话题。说我跟我妹、嗯、我跟我妹也属于，我妹比我小六岁，她也挺小的，就是我觉得我性格蛮幼稚。她现在还在上学吗？她最近就是想那个啥出来体验一下上下班。嗯，她学校就没去。嗯，她给我之后，然后她也在直播。嗯，知道每天播的不好的时候，然后就跟我抱怨，你知道吗？下播就跟我他也在直播啊。对，他下播就跟我乒乒乓乓乒乒乓乓说好多，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吵架。挺好的，挺好的。我以前小时候也从来很少就跟我妹交流，长大之后也是这两年，可能因为跟我家里面就是长大了，也有的时候没法交流的，就可能。跟我就可以交流，我们就慢慢学起来。嗯，分享。好，那我沉淀去了吧。啊，行啊行。嗯，行，拜拜。拜拜。嗯。欢迎扬州炒饭。哎，真的就感觉，吵架的时候，吵完之后就想，哎，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不至于，算了吧，无所谓吧。真的就是这么想的，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大局为重，大局为重吧。真的，待会真给别人整看笑话了。待会真的真给别人看笑话了，给我包点饭去，没事，不是已经给我了吗？说小凡啊，不过今天吃饭属实挺贵的，真的蛮贵的。
它还挺好吃的，挺好吃的，主打一个就是体验，想去吃点好吃的，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就我以前一个人的时候，我肯定不会出门吃饭的。就自从我妹来了之后，你看就是有人一起吃饭了，一起吃饭的感觉才是，有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就是感觉特别幸福了。欢迎牛阿姨，欢迎王一哥。就我这么想的，我这么想的。但如果说我妹能自己，她能自己照顾自己，她能自己养活自己的时候，我这么想的。我们俩租个房子，我就是我们俩楼上楼下，这样子我们也很近，就像出去干嘛的也很近，也很方便。那不要住一起。欢迎小小天啊，我这样想的。就如果说咱俩心情状况都不是很好的话，就不要看各自就是不开心的时候了。噔噔，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呢。噔噔，欢迎宇航。我现在就是房子都没找，找不到房子，属于真的找不到房子，不然不知道搬哪里去了。欢迎 ZEP。我就想找一个直播环境好的，就是我觉得就感觉住哪里都一样。直播能好开就行了，在家里主要是为了直播。欢迎豆豆六六，谢谢灯牌，欢迎安寒人。啊，沟通不用语言了，楼上跺脚什么？楼上跺脚，楼下我请个笑，笑死了！那是不是我们俩以后也不用吵架了，直接干架呀？直接发展到干架的，就是情节啊！哎，你小时候跟你哥会打架吗？你们俩不会打架吗？男生好像比较冲动吧，像我们可能就是。顶顶嘴，就是用嘴吵架，你们男生只是用手吵，用手打架。欢迎 VK 一万，噔噔，欢迎奈何桥。我发现我妹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也那个什么挺惨的，就是现在跟我吵，现在家里面的时候跟弟弟吵。跟弟弟吵，他就是跟我弟经常老打架的，他跟弟弟老打架，从小打到大，从小打到大，真的从小打到大。跟我现在跟我又就天天吵架，你差六岁，你干不过他，笑死了，我都能想到你们打架的那个场景。好搞笑啊，就是因为他比你大，所以跑得也比你快，然后他还要比你先去告状，是不是？反正我小时候我有点这样子，就是比如不是我的问题，然后我先去告状，我说那不是我弄，那是他弄的。但是我会找就是帮着我的，比如说我爷爷奶奶，要是我奶奶比较宠我的话，我就跟我奶奶告状，然后他就会去找他教育他，你怎么能这样呢，什么什么。欢迎三只羔羊，羊羔，你们不告状，我只有告状。哼，我要回去告诉我妈妈，在学校的时候就这样子。哼，我要回去告诉我妈妈。哼，
告诉我妈妈你明天完蛋了，明天死定了。我跟你讲，欢迎青年啊，就老是小朋友欢迎我还在。男生就是属于那种吵架打架打完就没事了，是不是打完就没事了，也不会跟任何人讲。哎，我们呢就是还要昭告天下、嗯、打不过他但也不服他、嗯、心疼你一秒。欢迎三花灿漫，心疼你一秒。这么一想好像做姐姐也挺好的，这样子至少不会挨揍，因为我比他们大，他们不敢怎么得罪我，不敢打我，也不敢就是太过分的就是跟我顶嘴。欢迎梦里依稀。不过我妹今天她真的就是脾气很大，我都没说话，真的，她就是一声狮子吼在大街上，我就没说话了。可能当时被她震到了，当时被她震到了，当时也觉得就是那个什么被他伤害到了，心痛。被他伤害到了，真的在大街上多给我面子，压力大爆发了。有什么压力大的吗？什么压力大的呀？真的就是不管是自己妹妹还是如果是跟朋友住一起，主播之间真的会吵架的，主播之间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所以说人家都说同事之间很难成为好朋友的，是不是？欢迎新进来的朋友啊、总会因为工作产生争执啊，其实生活中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事情，就是因为工作，说来说去就是因为工作啊。谢谢关注。我发现真的就是，我妹来了之后，生活圈里面就是围绕着我妹这个人转了，真的就是围绕她这个转了。两点钟了，欢迎川野广志，晚上好。可以下播了。两点钟可以下播了，可以下班了。公主请下班。可不已去睡觉，什么可不已去睡觉？公主请下班，好的。去当睡美人了，当美人鱼，睡美人。我拿200亿出来跟你玩，你竟然背着我去泡一条鱼！谢谢分享。明天早起吗？明天陪我妹去医院检查，因为明天不拍摄。本身说的是明天拍摄，但是我衣服没到。然后明天去医院，后天去拍摄。看情况吧，就起吧。欢迎新进的朋友，红裙公主。这不是裙子，这不是裙子，这不是的，这是个上衣，上面穿的睡裤，然后它有一个外套，还有一个这个颜色同色系的外套，不能进食。它2个小时不能吃东西。对，就打算我们一起床就去医院，就直奔医院。然后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就是医院门口有芭比馒头，到时候去医院吃完之后出门口就可以吃饭了，芭比馒头。谢谢关注，是不是到时候真的就是不会被饿到了。我很喜欢喝他们的豆浆，豆浆红枣豆浆还有原味的豆浆，就早上起来一喝点热的，然后很舒服，暖暖的很贴心。欢迎锦盛，但我妹应该不下班，她应该不下班，她今天说要播通宵，让她播吧，让她播吧。我偷偷的下班，我偷偷的下班，然后偷偷的洗漱，偷偷的躺床上，等他下班一看，咦，怎么在睡觉？明天几点钟去？我不知道，他这个没有时间，不用预约时间，就是他做检查，想你想几点就几点，只要在四点钟之前就可以。你刚刚给他送了飞机了，好的呢，哒哒哒。欢迎 King 啊，怎么你要叫我起床吗？你要叫我起床吗？你是你准备叫我起床吗？就是去医院，就我一直说要去拔那个智齿，然后我还没去拔，我还没有去拔。其实我想明天早点起来，然后早一点，就是早一点，每次都是给妹妹少些。欢迎你的名字，已经很好啦，已经很好啊。欢迎将就余生，你别多想哈，他肯定就是没有说，他肯定没有说那个啥的，他只是觉得运气有的时候少一些嘛。怕叫不醒我，好像也是，因为我的手机睡觉都是静音模式，就谁也叫不醒我，除了闹钟。欢迎科科，叫不醒我，我不喜欢手机有声音，我就喜欢静音，就喜欢静音。这手机的声音就是我听着就是一点声音就会醒过来，睡眠比较轻。欢迎沙海故人，噔噔噔，你也可以早点睡觉了，你可以早点睡了，你想睡眠，对，是呢，我睡眠真的不好，睡眠真的不好，你也快点睡吧，快点睡吧，你每天那么早起床，快点睡吧，那我就下班了，下班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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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发现这个，没事，你喝咖啡，喝咖啡喝多了都会不好。反正我喝咖啡就是，我要是不吃东西，我喝咖啡，我那个胃很难受的。所以我也不咋喝咖啡，很少喝。欢迎过眼云烟，他这个展馆怎么现在就是这样子的呀，多了几个礼物还没有出来，带更新呀，带上新雪中温泉、雪国列车、冰雪之约，出了几个新的礼物，要不困，所以说赶紧去睡觉，现在赶紧去睡觉。欢迎之乐，赶紧去睡，赶紧去睡。噔噔噔，拜拜拜拜，不聊了，不说了，快去睡觉，快去睡，乖。我明天早点播，明天我一定早点播。我明天我八点钟没开播，我是狗。明天我八点没开播，我是狗。晚上八点钟我没开播，真的我是狗。
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就是发誓，我发誓。嗯，拜拜，晚安了，明天见吧，拜拜。